个停车位跟教室在哪，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弄很早，不是很早，就刚刚好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华夏科技大学。因为我要去干嘛？去唱歌，去跳舞。我要去演讲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哦，总共会有80人台下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理我。希望他们不要太关键就不理我。哼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一直滑手机？会，我觉得你看他们看会跟我说，哎，你是组那个组长人的哥哥，帮我们一起打传说吧。维持健康，请你告诉我。老师我不知道哎，老师你有做到吗？怎么会健康？我们传统的观念呢，就是认为无病就是健康。老师每天一颗苹果，那是一颗苹果远离我，那健康吗？啊，苹果也是健康啊，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不要说啊，对，古老的观念。哈，对，古老的观念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整体健康，也就是这六点。有吗？什么是躯体健康？那我就是一会来跟大家讲。哦、OK， 咋？他不想听了。协调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你有吗？有点难控制。那你有没有？太过于浮夸，你看那么狠。过去我只想你啊，不是，这就是你热爱生活、乐于工作、肯学习吗？我肯学习，可是没办法享受。那就不要比一，那就还是三嘛，对，还是三。你就是三，你不是有协调控制吗？24、24。OK， 那是好，那结束了。那你们就是我说三人一，然后你们要举起手，然后比出你们的，就是你们得到几分，好吗？我想看到画面是零。我就是怕没举手，超尴尬。我应该会先看下面有没有在看吧。对，没有的话就说好，那我们就下一个。就算没有人，你还是要继续下去。对，我要继续下去啊！来，比出分数哦，3、2、1。五。好棒哦，大家都还蛮高分的哎，那大家还不错哦。我们大家的就是心理的状况都是非常健康的，聪明的人可以活比较久，你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好，就是呢，像英美就是有研究，就是做实验，就是聪明的人可以活比较久，但是我自己认为，就是他们不是因为聪明可以活不到久，就是可能他们会得到的几率比较小这些的。因为他自己很聪明，可以预防，就是可能说你不舒服就马上去看医生，就马上的预防了，懂吗？所以我觉得智力健康也有包括，就是很会预防。OK， 嗯，好，来下一哎，我们到了，这是哪里？华夏。现在是大太阳在正中，不是正中间吧？而且在正中间，你看他们在打球，好猛哦！我丢垃圾，这么热还要丢垃圾？然后我们就是等一下要去演讲，然后我们是10点到11点半的 ，and then 现在是9点43分，然后我们要去 settle 一下我们的就是 PPT 这样。我哥是跟我们聊天。他们帮我做的一个封面。那我今天呢邀请到杨杰好，杨是动保健师，他今天在给我们还有带领同学呢，教导同学如何呢在家里也可以自主的运动，然后呢借由饮食方面好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。那你觉得老年人是想要这样过的吗？还是你希望就是你老了之后呢，可以去旅游，然后可以跟自己的爱人一起跳舞，享受音乐，然后老了之后可以抱起你的孙女吗？所以你要趁年轻的时候快点想这个东西，因为年轻的时候才可以好好的保养，因为你老了之后呢，你再去保养的话就来不及了，而且会花费更多时间。
大家以逻辑走到一个大澡堂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是大一新生嘛，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大学的一些就是小经历。而且因为你知道北京的就是那些朋友呢，其实他就是很好客，他会一直就会请客请客。那我自己认为说请客的话，我自己也要回请，所以那时候反而吃更多餐这样。所以我胖的原因也有是因为这样。再来是学餐的分量，因为我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，就是那个它是体育大学嘛，所以那边的体育生呢，他们需要很大量的食量，因为他们的运动量很大，所以学餐的东西很便宜，然后又就给我短袜这样，超级大碗这样。我也有就是受邀就是去参加台湾会馆的一个鸭嘴表演，那那时候我上台就是好，所以也许你们会问说，我做这么多事情，你不会累吗？就是会觉得就是你们觉得说每做一件事情好痛苦，可是还吃这些东西，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件事情其实都非常累，但是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真的是再辛苦真的都值得啦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就是你们看完这个讲座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大一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的？你们真的要记下来你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并且去完成它，然后真的不要浪费大学，因为其实大学真的过很快，我现在也大三，真的是时间真的是飞快，然后真的要好好的就是记录一下你在大学四年有哪些收获，哪些成长，这很重要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讲座到这里。我们已经演讲完了，怎么样？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看不到我啊。有啦。是啊。你们觉得演讲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演讲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是大汗了，好热，超大汗。后面也很。不过我觉得后半段大家比较听得比较认真，这样。对，因为后半段比较是你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就是关于他们的对，因为他们才有兴趣。但前面他们都没事，前面讲一些健康，他们只是在滑手机，都不鸟我。对，那后面就觉得很棒，而且他们前面有点紧张。对，前面有点紧张。今天呢，邀请到杨杰好，杨运动老师，他今天在教我们好看的同学呢，中老同学如何呢？在家里可以自主的运动，然后呢？